妈节快乐。昨天妈已经85岁了，她养育我这么多年非常不容易。三八节我想对我妈说，在那些意外到来艰难的日子，是你撑起了整个家。你好老婆，今年是我们结婚11周年。宝贝，你永远是爸爸心中最美的女神，最美的女生。妈妈我爱你，我永远不让你操心。亲爱的妈妈，我想对你讲，以前呢你总是为我操碎了心，但是我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为自己而活，因为你也应该有自己的精彩人生呀。老婆，又到了三八妇女节，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努力的工作，要到全国各地去出差，家就要交给你照顾，虽然我们的分工不同，但是分量一样重。老婆辛苦了。我希望跟妈健健康康的，但是由于她年龄太大了，然后开始非常健忘，上午的事下午都想不起来，但是我希望给妈能让你记住我，好吗？哎，我就是帮你保险，不会帮你忘。愿余生彼此健康，在变老的路上永相伴，祝你三八妇女节快乐。亲爱的，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十年，在今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支持你，理解你，包容你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希望你开开心心。三八妇女节快乐。妈妈爱你哦，祝你越来越漂亮。亲爱的妈妈们，三八妇女节快乐哦，你们都是最美的女王。爸爸永远爱你。妈妈我爱你，我永远不会让你操心。每年的三月份呢也是我的生日，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难日，感谢妈妈在三月份这么美的季节把我生出来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以后的路上就由我为您披荆斩棘，我爱你，么。